哈。那我短讲的内容基本上分成两个主题。那第一个主题是关于这个国家刹车跟推进系统。那第二个是你以为的圈圈。那首先是，其实你知道，就是说我们在国家在推动很多政策的时候，基本上大家目前现在所听到的形容就是开一台车在路上跑，但是实际上就是。你就会发现说，我开这台车在路上跑的时候，究竟它有没有它的刹车，或者是它是怎么样推动的？如果没有弄好的话，就可能会发生这种车祸的问题啊。那或者是说，它可能会有一些眼前的障碍，你没有发现你就跳进去了。那在这里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，其实我们有非常多的重大政策，它在进行，可是你并不清楚说，它到底有哪一些的刹车或者是推进的一个方法。那我们所知道就是。在电视上看到就是议会，或者是说一些监督了政治团体，甚至是一些在野党，他进行做对这个议题的一个审视。可是至于他有没有那个效果，基本上你并不清楚这件事情他的行为是对的吗？有的时候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去找这些资料，但并不是说大家都有这么多的时间去找。那在这里呢，我引用那个前大法官他之前。在研讨会上面所讲的内容，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说在里面可以看得到，公务人员他有不敢讲的话，一般人民他有不敢讨论的话，因为他会发生就是一些禁忌，让我们就是说这个不可以讲，讲会怎么样？在这里其实那一大段话里面，其实我非常注意的是这一段话，因为它里面提出了非常巨大的暗示，一般的人民以及公务员。那在这里，我今天有提出，就是说观察到了几个我认为的一个推进，或者是说踩刹车的系统哈。首先是研究专家以及教授，这些其实在最近的一些太阳花，或者是说前面的一些相关的事件里面，大家都有看得到，有很多什么教授或者是专家出来疾呼。可是实际上，教授他可能会因为他的派系，或者是他面对这些事情的心态，以及他在里面会不会获取什么样的利益。或者是他是不是需要什么样的经费，而去采取这个动作？例如说他反对了什么东西，他的背后原因是什么，我们并不清楚。或者是他去支持这个东西，他是否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地位？他会不会是以这个想法，而不是单纯的你，关心这个议题为主？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需要去探讨的地方。第二个是新闻媒体的部分，基本上新闻媒体可以。很简单的，就是以这张图来看，现在的新闻媒体的状态就是，到底现实是怎么样，我们并不清楚。它呈现的是它想喂给大众。第三个是公务人员的事务官哈，那这是我会下比较重的地方，就是说，其实大家看到了现在的公务人员的模式，其实它其实是一种金字塔的模式，最上面的就是政务官，就是所谓的执政者，基本上中间跟下面的。才是这一些比较常见的事务官，它其实是一种阶层的模式，是层层管理。但是这个问题就会导致说，你不可以有所谓的真的很强的专家出来去表示说，我对这个政策我很有意见，因为你必须要每一个都是史密斯，你必须要每个都讲长得都一样，你怎么可以反抗我最上面的人想要做什么？或者说他想执行什么，你去质疑的话，你会不会想办法挂，或者说被消灭掉？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事情。当然也会出现说，有一些人可以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，而达到一些好的政治成效。但是实际上是大家都有看得到，其实有不少情形是在消费者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往上表示的，而且他会出现。像最近有个什么 LED 光塔，它就会出现上面的人他想要做这件事情，可是下面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没有做到，所以是谁做的？可恶，到底是谁做的？可是实际上骂的人会不会就是当初支持很想做的人，以及下面的人做了很不错的东西？很多政策它是一个带状的，它是一个很历任很多届终于完成了，结果最后是由最后一个人收割，大家都比较收割这件事情，就是。最后完成的就好像是他的政策一样，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。
那我得说啊，就是因为这个样子，假设我们让事务官去讲大肠花的话，其实搞不好大家会听到一些更神秘的东西，或者是突然骂出来的东西，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那再来就是说，其实他们也有一些很不错的，例如说我们去监督他出国报告有没有问题以外，其实更需要注意的是说，这个报告里面有没有什么好东西是足以去看的，这个其实是值得去把它抽出来观察。然后再来是人名哈，人名部分的话，其实现在大家应该都很清楚知道，就是像最近的太阳花，基本上它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集结，让大家去想一些东西。但是实际上，这个刹车系统它也会让族群遭受到非常庞大的冲击。也就是说，其实这个国家的推进或刹车系统里面，你要让这四个他们能够很愿意的去推动这些东西，那这样子的话，一个政策它推动速度会非常的快。但是另外一个反过来讲，就是说，这四个如果他能够好好发挥的话，基本上他也会是一个有问题的政策，他可以获得一个很好的刹车的动作。但实际上必须去思考的是说，是不是有些东西只能交给议会，还是说能够有在这之前就有更多元的一个刹车或者是说推进的方法。好，然后再来，这是我第二个主题，就是你以为的什么什么，因为必须因应到后面，我们还有更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议题。实际上，有一些议题它已经涉入到非常多专业或者是说多元化的部分，所以必须要去注意到。那我在这里是提出的是以农业的角度来看，例如说，很多人会认为说，农民好像就是很穷苦，非常的辛苦，或者是非常的弱势。可是实际上有一个乡间传闻，就是在台湾的某个地方有农民，他是开着蓝宝坚尼去工作，这个是有些人并不知道。可是其实就以现实我看到的是说，有不少农民他其实是开着新款的 BMW 去工作，这个东西其实是存在的。也就是说，是否农民真的全部都是穷苦或全部都是弱势的，我们并不清楚，必须要把都全部总是这些必须要持一个问号。也就是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到底问题在哪里，必须要分得很清楚。再就是新任的年轻人是不是真的他会去好好工作，或者说他有很好的本钱去做事情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就是年轻人他因为手上的资本并不够多，所以他可能只能承受的是很短次的失败。也因为这个样子，我失败一两次我就爆掉了，因为我没有钱。所以说，年轻人是否就有办法去支持完整的农业，基本上是我们并没有那么清楚的。那再就是，抱歉，然后再就是在另外是农药部分，大家讲到说农药是不是真的很毒哈？是不是真的很毒？实际上，我现在看某个东西叫做化学物 X， 这个化学物 X， 它在物品分类里面呢，它刺激皮肤，而且它还刺激眼睛，甚至它吞食有害。大家可以看到它吞食有害，而且你要操作的时候，你还要戴护目镜什么东西的，甚至它会导致中枢神经异常、大脑萎缩以及永久性神经伤害，还有死亡。这什么东西？这看起来超恐怖的，好像吃了就会爆掉一样。可是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是盐，它在化学分类上面，它就是会造成这种东西。但是你会因为它有那些东西，所以说，哇塞，那我以后我就不吃盐了，我也不去海边，我也不吃饭了吗？并不会。你必须要知道说，这个化合物、这个化学物质究竟有没有合理的使用，这才是最重要的东西。你如果不合理的使用盐，你当然会发生上面的事情，但是你并不会在菜里面去加一整包的精盐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识，你必须要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合理的使用，不合理的东西是不是不要用，或者是你要精准的应用，这
这才是最重要的，而不是说我讲它很毒，所以你就靠我超害怕。氯化钠在分类里面它只是中等毒，它是中等毒啊，那大家并不会怕它。你不会说突然有人跑过来对我泼盐，然后我就靠，我就快跑去那个医院里面说我被盐洒到了，快死掉了这样子，并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。然后这就是多吃饭是不是真的能够拯救农业呢？基本上，台湾其实有很多米啊，你去吃饭的时候你并不清楚它到底是不是进口还是它是本地的米，你必须要知道这件事情，它是不是进口的？你吃了100次就都吃到的是非本地的米，那老实讲，你真的有帮到台湾农业吗？这个必须要持一个问号，所以你必须要有好的追踪模式，也好的证明模式。去证明它是正确的。那因为如果大家有看到那个网络上的漫画，其实我觉得那个漫画我持很肯定的，就是它有去关心到农业。那如果说大家对那个漫画很有兴趣的时候，我推荐这一本书哈，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看一下，这是台湾过去的农业历史，它还蛮有趣的。我怀疑作者其实是个乡民。那其实台湾农业它，或者说很多事件，它其实是由不同领域所组合出来的一个拼图，所以不可以很单纯的只用你的角度切进去，你就认为它就是全面的样子。后来后面的包括什么资金区，或者说其他的议题，它都具有这个特性，你必须要从多角度去切入，你才有办法尝试去了解这些东西。包括农业也是在这里面。那当然就是说，这个是之前洪博章他所说，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相关的一个知识，有思想背书去当你行动的后盾，所以你必须要知道说，你去参与议题，什么议题你都可以参与，因为你有参与的权利。但是你必须要知道说，这个如果不是你的领域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多面向去做功课，是多面向，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去看一包懒人包就完成了。还有就是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多脑子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多方的专业合作去看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很单纯的说，我今天 A 去讲这件事情，就认为啊就是这个样子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。好，以上。